九门单场 MVP 的球员，就是在延长击出关键再见安打的王柏勋。好了，柏勋，麻烦我们先就颁奖台位置。好，首先我们邀请我们台钢集团谢玉明谢会长来颁发我们 MVP 奖座。恭喜我们柏勋，今天真的打出非常关键也非常漂亮的一支再见安打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好，女孩 Vista 可以再靠近一点。好，谢谢会长，我们谢谢谢玉明会长。接下来英国邀请我们英国皇家会员羽球竹小姐来颁发我们 MVP 专属的金色球帽，掌声。好的，我们看一下钱包。OK， 那我们邀请我们计票的好朋友江可乔小姐来为我们柏勋披上魔法披。好了，我们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好，最后我们邀请英国陈燕婷小姐来送上我们手机壳的赞助商制作的 MVP 手板，掌声。好，谢谢，感谢我们今天到场参与我们颁奖的会员朋友们。来，柏勋，享不享受这一刻？享受，享受。我想真的这一次安打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大家看得心里非常非常开心。我们先邀请柏勋来跟现场所有朋友所有球迷朋友打声招呼。各位球迷好，我是王柏勋，掌声。我想今天柏勋这次再见安打真的是打得非常非常有价值，也充分的再次的展现出我们台钢雄鹰这支球队永不放弃的精神。九局下半，我们先把追平分拿回来。第十局虽然也先被得分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弃，最后靠着柏勋谨慎的选球，一样可以挤出再见安打，给柏勋一个掌声。好，那想请教柏勋的就是，柏勋今天本来是没有先发，没有在先发名单里面，啊，但是因为神败突然有一点点的状况，被触身球击中。那这个时候教练团派你上场之后，你自己在心理的准备上面有告诉自己要做好哪一些事吗？就最主要是先把基本的要做好，然后做好当下的角色。当下的角色，而且其实我相信教练团一定不断的告诉我们球员说，上了场想办法把球击得确实，把球击得扎实，永远都会有机会。那最后呢，想邀请柏勋跟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再一次的邀请大家，也希望也大家继续给我们台钢雄鹰加油，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所有的球迷朋友分享？谢谢球迷这段时间一直不断的鼓励我们，然后支持我们，然后也辛苦了到场替我们加油。那我们会继续努力，那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到场为我们加油，我们会继续打下更多感动的球赛，谢谢大家。好的，我相信柏勋已经告诉大家了，台钢雄鹰这一支球队所有的球员们都非常非常努力，为的就是要打出一场一场精彩的好球，一场一场感动的比赛，大家说对不对？好的，来柏勋，我们要来进行我们跳舞的桥段了，而且我们今天跳的舞有点不一样哦，我们一起期待今天要跳什么舞，掌声欢迎柏勋。哇，高雄到了 ，Welcome to 高雄，呼！热情太阳就在雄鹰的故乡，那清凉的海风，它透进我的脸庞。狮子湾看夕阳，爱和美丽的月光。哦哦哦
来也值得所有球迷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了。那接下来各位球迷朋友，我们要迎接999胜的来临了。来，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洪一中总教练。各位朋友，今天您来到澄清湖棒球场，最关键的一胜999胜，我们离1000胜的距离只剩下一步之差而已了。全场球迷朋友，跟着我一起倒数，3、2、1，999胜！我们热情掌声送给洪总，也恭喜洪一中总教练，谢谢。好，洪总，请稍等一下，不好意思，稍后一下。来，我想这个时间，我要突然来给洪总一个 surprise。各位，下礼拜二是我们洪一中总教练的生日，但是。下礼拜我们做客在桃园，今天就在此时迎接999胜来临的时候，我想要邀请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一起帮洪总唱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来，我倒数3、2、1喽。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准备签名了，要抛我们签名球送给现场的所有的球迷朋友。来 ，Winstar， 麻烦一下，谢谢。再一次真的非常热情的感谢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这连续3天都来到澄清湖棒球场来为台钢雄鹰加油。台钢雄鹰的球员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这个礼拜5、6日3天，在洪一中总教练的带领之下，在球员的努力之下。我们3战拿下了2胜，我们连胜了，所以希望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一定要再一次多多的给台钢雄鹰热情的支持跟鼓励，我相信台钢雄鹰这支球队一定会越打越棒。